逢年关将至，各大直播平台纷纷举行年度盛典活动，为此也是拉开了主播、粉丝以及工会之间没有硝烟的战斗了。在这一场主播的年末大戏、粉丝的年终狂欢活动中，必将再度掀起直播浪潮了。在近段时间中，虎牙新盛典活动可谓是火爆，直播圈内的各大虎牙直播纷纷参赛，其中 LOL 启蒙导师 JY 却是沦为了此次盛典活动中的年度悲情人物。对于 JY 也是在凌晨3:10发布微博感慨一番，周润发叔叔和苍姐你们有毒吧。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JY 又为何成为了年度悲惨人物呢？原来 JY 在这次的虎牙盛典中，他得到了一位众人皆知的神豪队友的支持，而这位队友那就是周润发叔叔了。这一次周润发叔叔全力支持 JY 冲击年度盛典，没想到的是他却将本来要送游戏板块的大宝剑错刷成了娱乐板块的荧光棒。虽然礼物是送出了，但是这礼物却与 JY 此次年度活动无关。据悉此次周润发叔叔在这两天为 JY 刷了接近60万的礼物，没想到现在有点凉凉了。除此之外， JY 还有另外一位猪队友，他就是小苍了。他与 JY 同是 LOL 初期视频教学的启蒙导师，没想到这一次小苍却坑了 JY。 不过说起周润发叔叔，他自己也是一名主播，由于他平时的大气与豪爽的性格，从而也是结识了电竞圈的人士。为此在周润发叔叔直播的时候，就连小楼若风还有周二可等人都纷纷前来给他送礼捧场。更让人恐怖的是，周润发叔叔在首播狂暴猛料了。